由曾宝仪和纳豆所主持的两性节目即将转换频道播出。26号的记者会上，两人接受前辈主持人的考验，而逐渐窜起的主持新秀纳豆也因为坐拥6个节目而晋升主持一哥。讲啊，一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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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觉得当然是很荣幸，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不嫌弃这样子啊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。然后因为我真的还蛮喜欢录影，因为就像刚刚讲，其实我觉得每次录影，然后不同的节目，然后不同的题目，觉得在上不同的课，然后觉得还蛮过瘾的。所以我觉得多录影多多益善喽。纳豆谦虚接受主持一哥的封号，而身边的搭档曾宝仪也是节目越接越多。不过大家更关心宝妈和男艺人的姐弟恋，让阿宝有些无奈。不太好意思关心，不知道怎么开口问。我想等我妈开口说了，然后我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请大家不要再逼我，因为逼我等于逼她。如果大家不希望她再哭的话，不要再逼我们母女俩了。为人女的阿宝不方便询问妈妈的恋情，不过未来节目上如果有讨论姐弟恋的主题，阿宝也可以建议妈妈准时收看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